而且你的酸碱度是上次跟你的浓度有关系哈，这个下次我们讲，所以讲到浓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讲的，一个碳 ，Hello 那边同学，一个碳跟四个氢组合，在立体空间来讲，它应该长怎么样？有人说它就是，不过就是碳上下左右吗？错，错哈。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错，陈毅你可以说明一下。氢跟氢电，我们先想一件事，氢的电子被氧抢走，被碳抢走之后，被碳抢走之后，氢这边带什么电？正负电。带什么电？这两位同学，还有记者。电被抢走。氢的电子被正电。带正电哦，所以每个氢都带正电，对不对？所以会排斥。啊、哦，这个。所以它会排斥，它想办法把氢赶到彼此之间的距离最远，越远越好。所以在空间中，它应该怎么排？假设这是一个碳，它应该在上下左右吗？错，那应该怎么样？左右还有更远的距离，前后，左右加前后，不对，这样一样。好，我不知道，想一下，它应该怎么样？它该怎样？它应该，它怎么样可以让这四个点最远？是在一个平面上的一个上下左右吗？很像正方形的这四个。啊、哦，有没有看过粽子？粽子。如果说这是四个点的话，哦，我知道了。他把这两个点再转一下，是不是距离更远？我知道了，所以应该是上一个，然后下面是三个。你刚才说形成四面体的。啊，对，四面体没错，它就形成一个四面体。好，那就形成一个四面体，粽子也形成一个四面体啊。知道什么四面体吗？知道。那位在神游的同学，什么四面体知道吗？粽子。来，那个计程上画个四面体，正四面体，要画的很有立体感哦。你是不是四面体在画这种耶？这样子。这几面体？是啊，一二。OK， 非常好，四面体，这正四面体。啊，好，这条线接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。这总共四个面啊，这两个点，跟这两个点，在空间中呢，它形成这样的一个角度。对啊、哦，所以它形成像粽子一样，这样看得起来吗？嗯，连得起来吗？这边一个三角形，这边一个三角形，对。所以粽子的每个面看起来都是一个三角形嘛，对不对？都是正四面体。所以一个 CH4 就是一个正四面体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它有个氢不见了，所以它剩下 CH3。哦，这边剩 CH3， 因为 CH4 是一个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组成哈。好、哦，或者我们叫做甲烷，但是它少一个氢哈、哦，这氢不见了，氢不见了，它是不是还是甲想接东西？想接东西，它接什么？接一个 COOH。你看哦，假设我们这边要接一个 COOH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它应该有几只脚？啊？四只脚对不对？哎，屏幕不见了。啊，好好好。那我电脑先关起来。没有。再等一下哦。OK、哦。有了吗？没有了。还没有。一直就无讯号来源。什么意思啊？无讯号来源。陈彦，你帮我按一下，按这个让它有讯号。不要。啊，什么都不要。我在找盖子啊，你在吃东西耶。盖子嘞。好。这是醋酸哦。好，我刚刚放了这个 COOH， 但是 COOH 是这样排的吗？啊，应该怎么排？大家都摇头 ，COOH 应该怎么排？我们想象一下，这是一个排列组合，这比大家现在最近都在玩拼图，来看谁的拼图比较厉害。我们把这全部拿掉。哦，就是这样。这边只缺一只脚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是脚没接东西，所以它只剩一只脚。这个 CH3 剩一只脚，这个碳呢有四只脚，氧有四只脚，氧有两只脚，对不对？氧有两只脚，氢有几只脚？一个。一只脚。
啊 ，C 有 ，C 有四只脚，好，请把它组在一起，变成 C O H， 可以摆上去。嗯。变成剩下一只脚跟它接，怎么摆会比较好？所以可不可以是亲跟它接？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亲？这是。为什么不亲？出不来了。啊，亲戚完全没有脚，对不对？所以亲不可能进去。所以简单，一定是那个 C。摆一个碳。好，碳摆进去。还是 C。碳摆进去之后，碳有三只脚，怎么接？再接两个。碳剩三只脚了嘛？对。所以怎么接？所以不是然后两只脚跟两个脚。哦，两只脚跟两接。对。啊，剩一只脚。一只脚再跟两接。一只脚跟两接。然后两再跟亲接。两跟亲接。啊，这样是 OK 了。OK 嘞。啊，这样这拼组是不是就拼出来了？对。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好玩。一点都不好。所以我们碳四只脚就满足了，一只脚，两只脚，加起来是四只脚。哦。对，这个氧需要两只脚，所以两只脚跟碳的两只脚接在一起了。那碳这边另外一只脚跟碳接，这是 CH3 对不对？ CH3 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另外一组，啊，这个通常叫做碳酸基啊，啊，碳酸根，它这个氢，这个根，这个氢很容易跑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是一个大原子团，所以它的电子呢很被抓得很过去，所以它是很独立的一个个体，几乎是一个很独立个体，所以它很容易从这边就断掉了。一断掉之后呢，这个氢就不见了，就跑掉了。这个氢就跑掉了，这氢就跑掉了。带它没有电子，电子完全被接受，它就带一个正电，它就带一个负电。啊，这氢是很容易跑掉。所以我们任何一个水溶液里面，只要看到很多的氢离子，我们就说这是一个酸性溶液。啊，所以你说有多酸呢？你就是拿百分之十去测它。假设那氢离子很多，它的颜色就变得很酸。可我测它没有很酸啊，没有很酸，表示它很少。哦，啊，那而且我们一开始测是什么？是碱性还是酸性？碱的。一开始小苏打是碱性酸性？碱性。是强碱性还是弱碱性？弱碱性。啊，弱碱性哈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小苏打哈，小苏打是个什么东西 ？NaHCO3。对，这边有碳酸啊，一样，这边有碳酸。碳酸氢钠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成应该是什么？它是要写是化学式还是化学结构式？化学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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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它刚好也是化学式，好，也是其实也是算化学结构式。好，这边有一个 HCO3。它应该怎么接？想一下，它应该怎么接？想一下，钠有几只脚？钠的原子序多少？钠。钠的原子序多少？查一下表，快点查一下周期表，原子序多少？钠的原子序多少？多少 ？C 十一对不对？钠的原子序 C。哎，振宇，你还看起来不太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事情。你要拿个周期表在旁边看好不好？去拿后面课本拿个周期表看一下。你如果没有参与作业的话，你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，你会越来越无聊。你不知道在做什么，越来越无聊，然后就一直在发呆，然后就越来越搞不清状况，然后就神游了，就很容易非常神游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在做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钠的原子序多少？有几个质子？一个。有几个中子？零。不知道。有几个中子？十一个。十一吗？查一下原子量。22.99，相当于23，对不对？好，表示23。它的原子量是23，所以它应该有几个中子？12个中子。到目前为止有不懂的请举手。到目前为止有不懂的请举手。好，哪里不懂？啊？好 ，OK， 再一次哈。钠的原子序多少？十一可以怎么查？会不会查？看到了，十一对不对？那个那边两个同学没有讲话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查？会不会查？不会。不会查。镁的原子序多少？镁的。32吧？是吗？十二。查一下课本。镁的原子序12吗？我基本没有的。十二的。OK， 十二。好，那。红的原子序多少？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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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子序是5。
好，会查了吧？好，钠的原子序是十一，钠的原子量多少？原子量？量是啊？钠的原子量？原子量？二十四。啊？22.9吧？22.9。对不对？22.9。22.9相当于23哦。哦，当然23，因为它的在自然界中有很大的比例是23，有一小的比例是22，所以整个平均来讲变22.9。哦，但是你比较多的来算是23，啊、哦，23，这不是用小数点进位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而是我们比较平常比较常出现是什么？好、哦，我们就用那个来算。哎，不是22.99，跟懂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什么意思？是22的比较多还是23？对啊，你现在是要讲什么意思？没事。我知道是22.99啊，我写22.9，你觉得不好是不是？不是，就差一点点嘛哈。好，够了。好，所以用比较多的来算，我是23了。原子量是23的时候呢，好，什么是原子量？什么是原子量？就是它里面。质子加中子。质子加中子哦，什么是原子量？原子量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原子量的意义是什么？定义。我们上次写的学习单第一。这学期的第一课，第一堂课写的学习单里面就有这一题了。原子的数量，每个人都写了，然后你现在告诉我是不知道是不行的。表弟那时候根本没有查，也没有去搞清楚他到底什么意思。什么是原子量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电子加中子。好。电子加什么？中子。加中子。为什么电子加中子？一个正电，一个负电。我乱猜，对，乱猜，谢谢你。所以重哦，中子不带电啊，中子不负电。哦，电子是带负电，中子不带电啊。原来如此。啊、哦，这一猜就没有中哦。好啊，你们如果都习惯用猜的哦，而且一猜就中哦，你就习惯说以后都用猜的，不用去理解它。哇哦。一个原子的结构，中间是什么？原子核。旁边是什么？电子。旁边是电子。可是电子不是会跑掉吗？电子会跑掉，但是假设我们在一个正常状态之下，一个原子刚形成的时候，它的电子没有跑掉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先这样想象，啊、哦，这里面的谁的质量比较重？中子。谁的质量比较重？中子。谁？为什么是中子比较重？不对，质子吧。质子比较重。那化学啊。还是电子比较重？反正只有三种子。中子。等一下。质子。直接跟质子。电子不对，不是电子，谁比较重？电子和质子一样。再想清楚一下，这都讲过了，你们都是原子最重啦，原子加在一起的嘛。啊，原子最重，对，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原子啊，原子里面是三种小粒子，小粒子范围，原子核里面有中子，原子核里面有中子跟质子。好，那旁边有电子，谁最重？我支持一票。我是说中子。啊，因为哈，你可以这样想，你就想象电子跑来跑去，对啊，碳自由的移动。你说拿二项？这个学姐第一堂课我们讲是二项，所以刚刚讲二项。啊，现在这一节课要讲的是二项，但是因为你们搞不懂，所以现在在讲二项，这样可以吗、哦？我懂了。不要每件事情说你刚刚讲二项，啊，因为你们都听不懂啊，所以回去讲二项啊。我懂了。好，在这个原子核里面，会跑来跑去是谁？电子。电子，所以谁的质量最轻？想象一下。电子。电子最轻。好，电子最容易跑来跑去，就是电子的质量最轻。好，那电子的质量是大概是质子跟中子的1800分之1左右。好，它非常非常小，所以在算原子的质量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把电子忽略不计的。所以是没有考虑到电子的质量。所以呢，考虑这个原子量的意思是原子的质量的意思吗？原子量指的是原子的质量，所以具有质量的个数有几个，就看的是质子加中子的数量，这样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在讲原子的质量的时候，原子的原子量的时候，我们想就是，想一下找什么？在你的手，在你手那一格。没有。你要找第几册？二十三。二上课本都被拿走了，没有，我没有。那、啊、这里有，不用再找课本了，回来好不好？哦。我
我已经讲完了，刚才那找课本都已经讲完了。嗯。中子数、质子数看起来等于原子量，这部分有问题。有。哦。等一下，那个，难道23是奇数吗？所以呢？所以其中一个会多一个。对啊，我们刚刚讲的，它的原子序是11嘛，表示什么？哦。原子序11表示什么？质子数是11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子数多少？嗯，就12。中子数12。所以在自然界中，有些中子数是11哦。哦，有些中子数可能是3哦，都有可能的。哦，可能数量很少很少。哦，中子数基本上在一个原子里面，它或多或少会差一点点。像氢原子，啊，氢的原子序多少？氢的原子序多少？氢的原子。氢的原子序没有小数点，氢的原子序多少？一。氢的原子序是一，代表它里面几个质子？一个。一个质子。P 啊 ，P 是 proton， 就是代表质子哈。它里面有个质子，现在氢的原子量多少？多少？1.008。再想象一下，大部分的氢的原子量多少？大部分的氢的原子量是一哦，所以表示中子几个？0.008，零个。表示零个。那不是0.008。哦，我刚刚讲大部分的原子量是多少？1.008，一啊，大部分是一嘛，对吧？因为这个1.008，你在周期表看到的原子量是平均的，是平，就跟这个22.99是平均的一样。比方说大部分都是23，有小部分是22，所以平均起来是22.9，对不对？嗯。氢是一，表示大部分都是一，1.008，那少部分呢？会是多少？原子量会是零吗？一个。一个我已经讲了嘛，大部分是一啊，啊少部分呢？两个。两个。少部分是两个哦，更少部分是三个。怎么四个？没有四个。啊，当氢的原子量是二的时候，表示中子几个？一个。氢的原子量是三的时候，表示它中子几个？两个。这样有问题？有问题？确定没有问题哈、哦、？OK， 好，要过两天还给我。好，学习是这样的，学习是不可能不花时间的。你们要都只期望一个礼拜用两堂课在课堂上讨论自然，就什么都懂。那事实上是可能只有那一天懂，下去就还给我了，甚至连理解都没有理解。反正你讲你的，我睡我的，我想我的，我根本就不管他。那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好不好？如果你一直要神游，一直在发呆或者在玩游戏，在课堂上彼此沟通聊天的话，那这个上课是没有意义的，连回去都不复习，回去不预习，那这样上课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，花时间浪费时间而已，好不好？学习真的就是要花时间，你如果都不用花时间的话，这样学习是没有效果的，啊，连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讲三个，我大概三次上课都在讲同样的事情，而且大概花20分钟都在讲。这种事情是小学就该就讲一次应该就懂的东西，我们要花三次的时间，每天花20分钟，真是非常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样没办法往前累积啊，所有的学习都是往前累积的嘛。你这边没有堆好，你往上叠，你地基都没有打好，往盖2楼、盖3楼，这样是浪费时间，真的浪费时间。或许你们是。真的每次上课都要我给你半小时，好好自己看书才能够学习吗？如果这样，我们就好好这样做好了。每次来就看书，先看半小时，我们再讨论。要这样子学习吗？自学，什么叫自学？自己要先学嘛。都我们来这边是，你有问题我们来讨论，就来这边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学，那怎么教得完？我们一个礼拜如果两堂课，六个学期，要教完几本书？至少教完6本书。里面有包含物理、化学、地科、生物。你们现在有些2年级，有些3年级，只剩在活动的部分只剩下最后一学期，就是最后一学期或剩下3学期。那你还有基本书要教，我们大概还有至少3到4本书要教，教得完吗？我希望你们自己花点时间先学，我们可以来这边花比较少的时间讨论就过去了，讨论就懂了。我已经都看过了，所以我知道我问题在哪里。老师只要讲一点，我就懂了。不是什么都不学都不看，
都不预习，来到这边，我就从头讲啊，从头讲，我每天只要讲一页，一个礼拜讲一页，两个礼拜，甚至一页要讲三个礼拜，从头讲，从头讲，要讲三个礼拜，你去看啊，课本这个东西就是只有一页，原子量的游戏都只有一页，我在这边这学期我就讲了三遍，是不是讲三遍？有没有印象？可能有些同学没有印象，有吗？有讲过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没有讲过。啊，我们不要这样浪费时间嘛，就赶快，这些都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想一下，想清楚就过去了，想清楚就过去，但是一定要想清楚，你没有想清楚，就是不会是你的，你一定要想清楚才会是你的，你没有想清楚它就是我的，你这堂课结束它就是没有的，就不会在你脑袋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刚花时间在上课，就麻烦各位花精神在这时间上，不要人在这里而已，你人在这里没有用嘛，你人如果在这里都不学习有什么用？好，想一下，那原子序11，质量数、质子数11，电子数几个？20。电子数11。电子数11嘛，电子数跟中子数是一样的，为什么？质子数。啊，电子数跟质子数是一样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要变电动性。变电动性，那带正电，它带负电啊，两个都11才变电动性嘛。这宇宙是一个平衡的。有多少正电就有多少负电，啊，它有11个正电就有11个负电，所以它有11个电子。好，第一层几个电子？2个。第一层2个电子，第二层几个电子？8个。第三层几个电子？1个。为什么只有一个？因为11。啊，因为它11个电子嘛，你要分配第一层只能摆2个啊，就是你看鸡蛋盒子里面有几个格嘛，第一格就有2格可以放电子，它放就满了。第二层有8格，有放满了。第三层有1格，所以它只能放1个，稳不稳定？不稳定。不稳定会怎么样？掉1个电。一个是跑掉，一个是得到几个？得到7个。一个是得到7个，对不对？它容不容易得到7个？不容易。不容易嘛，所以不可能这个。所以它最简单的方式，把一个电子丢掉，就把一个电子丢掉。啊，好，所以它通常来讲叫做这个化学反应的话，它只有单键，它有办法跟别人一个反应。所以钠是一，氢多少？氢是不是1？对，氢也是1嘛，因为它原子序是1啊、哦。碳多少？3，哎4，对不起4。氧呢？2，对，氮刚好3个氧。好，同样的在做拼图，就这么简单，有4个原子，4种原子，一个一只脚，一个一只脚，一个四只脚，有3个两只脚拼在一起，怎么拼？4222，然后2个2接1个1。再想一遍。4，然后接碳，或四接1个2，再接1个2。四接1个2。不对。4接1个2，再接2个1，然后。啊，你想清楚了，上来画一下。想清楚就上来画一下哈。有可能三角形出现吗？有可能。有可能，有各种可能。已经，但是你想想看怎么排会排的比较好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个拼图啊！你们排的拼图很多种颜色，这排的拼图只有4个颜色，每个颜色有不同意义。有了。来，那拼图我们上台讲，想一下怎么排，会把它排进去。听不懂我讲的题目的，请举个手。好，我们刚刚讲的，好，氢有一只脚，氧有两只脚，氢有一只脚，所以讲这两个氢跟一个氧结合在一起要怎么接？HOH 是不是 H 跟 O 跟 H 接在一起就满足了，是满足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样子懂我意思吗？氧有两只脚，氢有一只脚，所以它刚刚满足了。好，再来，应该是碳有四只脚，氢有一只脚，怎么接？四只脚就接个氢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叫做 CH4。这样问题？没有。这样问题 ？Hello， 有问题？没有。有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突然间？就一直这样。等一下，什么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氢？哎，氢很多啊，空气中很多氢啊。哦。氢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。你要这样想，所有的原子都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。啊、哦，你这样子都在一起，它就可能出现了。好，这样问题。
好，蛋，蛋是三只脚，心是一只脚，怎么接？三只脚各接一个。三只脚各接一个哈。好，不一样。那 NH3 在立体中它怎么排会比较好？立体中。我们刚刚讲的 CH4 是立这四面体嘛？那这是什么？接正三角形。三角形。就是正三角形。都有正。这样接。好，其实呢，他这样接，但是他有点会威胁一点。威胁？为什么威胁一点？因为另外一边可能哎是。会威胁一点没有错，可能会有点接过来，应该没有。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蛋的电子数比较多嘛。这电子数都只有一个啊，都给了蛋。但蛋这个东西，它本身它上面会一定会变成一团电子云，所以这电子云呢会把它推过去。哎，我说错了。好，不是，它就这样结构，它是这个平面的。平面。它是一个平面的，它电子云刚好分布，它就是一个氮原子旁边三个氢就这样接上，它是一个平面的。有一个三角形的结构，好，就是三角形的结构。好，来回到小组长，他应该长怎么样？我看到 NH 有一个。NH 有一个 ，NH 刚讲它不是 C 吗？电子序 C，有几个电子？11个电子。第一层有几个电子？第一层两个。第二层几个？8个。第三层几个？一个。原来是剩下一个。对，只剩下一个嘛，对，这个可以给别人啊。你可以再加7个。再加七个，可是好不好？加七个。不要。不用嘛，那容易给别人，他就只要找到一个对象可以给，所以他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了。好。应该怎么组合？陈玉，你想好了吗？你们上来讲一下。还没想。来，志宇，你不是想好了？你们上来讲一下。就是不要客气嘛，你们想好就上来讲一下啦。来，志宇，你这样看也是还蛮正确，蛮正确的感觉了哈。但是很可惜，它的一般来讲，它不会做成一个环状的一个结合，啊，在这边不会做成一个环状结合。对，这个想法蛮好的，但是现实没有存在。不是说都不可以做环状，也有环状的，像苯环就是个环状的，啊，苯环它就是一个环状的一个结构，好，它就变成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环状结构。好，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这样子的。好来，结构式本来就是很多组合哦，这组合没有唯一的哈、哦。来想一下，最好是想好再上来了。因为你上来这边想的话，大家都被耽误时间。想好再上来吗？你想好了吗？好，现在马上开始画。你们要想一下，想好就上来画哦。可以。这接到哪里？这是两个附件吗？
两个木接接成这样的，氧跟氧接在一起。嗯。没关系啊、哦，那个是谁画的？我，是你画的。OK， 好。其实，在这个地方哈、哦、，HCO3 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结构，它上是 COOH， 所以 O 有几个 ？O 有。三个，对不起 ，COOH， 就是它的更长一点 ，COOH， 哎 ，CO3 啊 ，CO3，HCO3，HCO3 在这样的结构。对啊 ，O 不是三个。啊，这样不是三个。那我们上面画两条。因为它双键啊，因为氧不是有两条角。我们刚刚这边有一个，哎，刚刚这边擦掉了。C 不是有四只脚吗？角所以这边还缺一个，这边是尖呐。嗯。好。好，就这个结构来看的话，你觉得哪边比较容易掉？哦，上去。哦，是那比较容易掉，那比较容易掉。啊，为什么那？啊。啊，因为那只有一个。那只有一个。而且它没有分别基因。因为那是一个，嗯，为什么那比较容易掉？因为好像常见到 N A 字。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子。我自己的理解呢，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子，啊，它就一坨，那它本身是比较独立的，啊，它比较独立的，它是比较独立的。那氢是只有一个原子核，它的原子核就只有一个质子，所以它很容易被这个负电所吸引的，它吸的比较近。所以假设这是一个圆环的话，氢大概是埋进去了，那可能是这样子。那你觉得这个氢跟这个钠谁比较容易离开？我觉得钠。那就比较容易离开哈，那容易被带走。氢埋的比较深，它被吸的比较近，它不容易被带走，在这个地方不容易被带走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是钠比较容易跑掉。所以我们把两个组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变成什么事情？我们现在不是刚刚做实验，不是把醋酸跟小苏打放在一起？啊，它会形成什么？会形成什么？我们来想想看呢，在这个地方容易跑掉什么？这容易跑掉氢。氢。哎 ，COH CO， 哎，刚刚是 COOH， 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这边是钠吗？我们看一下。啊，结果也写错了。那它的氧在这边的，它这边是 OH 是跟它接的，这边是接 O， 这边再接 NA， 这样接。啊？所以旁边没有 OH。啊 ，OH 在这里。好平均的样子。好，很平均啊、哦。好像一个三角。那不是那就。那也是一样啊，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子啊，这个钠还是有，钠就会跑掉。好，那不要容易跑掉。那实际上这边是这个碱性才是氢氧根呐 ，OH， 好 ，OH 是容易跑掉的部分。可是没有比钠容易跑掉。对，钠不要容易跑掉，钠是钠出去之后钠带正电，钠跟水反应，譬如钠会跟水反应，假设这是 H2O， 所以变咸性。它把谁给夺走？你看到、哦、这是一个 H2O 是水对不对？水是不是、哦、上面的氢会掉下来？哎、欸，它会有个氢被带走。好，那会把一个 OH 给抢过来，会变成 NaOH。NaOH 是什么？钠。钠。氢氧化钠。氢氧化钠，氢氧化钠什么？小苏打。氢氧化钠，这不是氢氧化钠，哎，这氢氧化钠，这是碳酸氢钠，这碳酸氢钠，碳酸小苏打。氢氧化钠。是强碱。氢氧化钠强碱啊，它非常强，强碱。用碱做肥皂。啊，它强碱啊。所以你只要有 Na 在水里面的话，基本上 Na 正会把水里面的 OH 抢过来，变成一个氢氧化钠。啊，它可以碱性。所以为什么小苏打是碱性？有没有？刚才做实验，小苏打碱性是这样来的哈。好，那再看一下。我开始切
这是小苏打的结构，这是醋酸的结构。醋酸什么？我们在写字，醋酸什么 ？CH3。C。干什么啦 ？O。O H， 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周围都是 H， 但是这个 H 比较容易跑掉。嗯。好，但是实际上它 H 也不是很容易跑掉，所以这是弱酸。那这种 O 有酸？我要上次。啊 ，C 不是有四只脚 ，O 有三只 ，C 有四只脚，对呀、啊。然后第二个 C 有四只脚，我是不是写错 ？C， 而且 O 上去有三只脚。不，写错了，我怎么在这边都写错了 ？C O O H， 啊，这边的 C O O H， 跟这边的 C O H 是不是很像？嗯，所以他们两个会结合，还是会被走？会被中，它这边有洞吗？它只有这个氢跑出来哈，这氢跑出来，这边这个钠跑出来，然后好，假设混合在一起会变什么？我们就看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移动的。譬如假设我这样讲好了，假设我们刚刚在把两个加一起会产生什么？气泡会是什么？二氧化碳。啊，气泡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所以香蕉它会产生二氧化碳。我看到了有气泡，这边就会不会产生氧？会不会产生氧？想想看。会。氧会从哪边产生？从下面这个小肚子。它应该会有 H2O 吧？为什么？它的 O 被夺走。H2O 水。还有什么？我们把想象可能产生的东西把它写下来。像我这样子，我看起来好像会，就是。这样陈玉讲到一个重点了，一般来讲的反应是，这你还好吗？哇，有点咖啡就能吃了。这边有的原子，反应式的右边有的原子，在反应式的左边一定要出现，而且出现之后，它组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分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反应式这边有什么？有钠，我们那边没有写到钠啊，对不对？那会形成什么？钠离子。形成钠离子。也可以。对，但钠离子会跟 OH 放在一起会变 NaOH， 啊、哦，那比较稳定 NaOH， 啊、哦，还有嘞？没了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OH 负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会不会是这个钠跟这个 OH 反应？对不对？那另外一个 OH， 然后这个 CO 就独立出来，跟这边的 O 反应 ，O 在这里，跟这个 O 反应，有没有可能？就 O 就出现了。那 OH 要怎么办 ？OH 有可能产生水啊。没有，那这时候就跟CH4。对，这边的 OH 也可以再跟水反应啊，水，实际上这些都在水啊。H2O， H2O 有无限的氢跟氧。Hello， 振宇，振宇，那个 CH4 有可能产生 CH4， 对不对？这边有写 CH4， 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有可能产生水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可能产生什么？二氧化碳。一氧化碳不太可能产生，是因为我们这边，在水里面你要补充氧气是比较容易的，所以氧气是比较多，所以基本上 OH 是不太容易产生。所以我们真空的话，CO 太容易产生。什么？真空的话怎么样？会比较容易产生的意思。真空的意思是，但是我们刚刚的实验在水里面呢、啊。哦，好吧。对，真空没有关系啊，不是吗？啊，而且这两个本身都有氧啊。对，这两个本身里面都有氧，对不对？好，是不是大概这样子？是不是大概这样子？对。好，所以你要想象一下，我们的反应物里面有什么样的原子？
你的生成物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原子，这叫做物质不灭定律。所以他们结构式的，什么结构式？他们总和。总和不会有结构式啊，都是个别的结构式啊。分子式一定是个别，譬如我们讲说 CO2 有 CO2 的结构式吧？对，啊，这是它的分子式，它结构式是 CO OCO 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它结构式啊。但是你不会说把所有东西写在一起变成一个结构式，不会的，它是个别独立的分子。好，我们这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写一个结构式。Hello， 记得你爱好吗？不好。好。所以这样的问题，这是物质不灭定律，就是你一个物质在反应的前有哪些东西，反应之后就会有哪些东西。我讲的是原子哦，原子的角度来看，这都不会无中生有，也不会无中消失。你不是说前面有一个小苏打碳酸氢钠，就反应完之后钠不见了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搞不好啊！搞不好，什么样的情况搞不好？在，我想一下哦。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有原子改变？核融合。好，只有核融合或者是，核分裂。核分裂。什么是核分裂？核铀分裂。好，譬如我们铀，铀的原子序多少？23。是吗？再查清楚。238。再查清楚。因为235讲的不是原子序哦。有。我们的原子序没有到230几的哈、哦。这里你还好吗？92。要到92对不对？好了，铀原子被一个中子撞到，或被一个氦原子核撞到。撞到之后呢，这个铀就砰就分开了。分开之后，它可能分成，它就会撞成一个原子序，假设是63，原子序是29。好，等它分成两个原子，像63什么原子？原子序63是什么？有。什么？有。有。怎么写？有，就是一个金在一个有。对。有。好，29嘞？铜。铜。好，这个情况之下呢，这个铀因为被一个中子或者是一个氦原子核撞到之后，它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原子了。这时候才叫做它的物质就已经可能改变了。啊，从个铀原子核铀的原子变成两个不同的原子了。啊，这才有可能。这是那可以用这种那核分裂或那个什么核融合来做出一些很稀有的。没有错，你看你的周期表里面有没有写人造元素？人造元素。好，人造元素就是这样做的。哦。来自。所以说，把它这样子，就是什么，然后这一堆化学式中以前，那它有没有可能跑出那个甲烷？一个就是一个甲烷，然后两个氧化锌分解出来。这是有可能的哈，但是。老实说哈，我在显示写个大概，那但是一般在做实验中你会发现说，它会有个能量跑向最低的方式，啊，那在能量跑到最低能量的时候呢，它实际上都会有一个比较多的多的分子会跑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查一下，它到底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化学反应会形成什么哈。好，这边看到了哈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醋酸加碳酸氢钠会产生什么？没开，没开。哦，那边没有开。直接转成同一个画面吗？然后让味道变成有延伸作用。对。好。我就不要我不希望它变成延伸画面，它现在是延伸画面的。完全延伸画面，有被骗了。然后有时候这样子，你看那个荧幕保护层是那个气泡，它会在两边轮流飘来飘去，那边出现了，它这边可以、啊，然后那边飘出荧幕，这边会出现。可是我不要变延伸画面，我要变监视器这样。哦，坏掉了。哇。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下一个，我们把这个看一下就好了，把这个。哦，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了跑出去了是吧？但是我这边没有画面了。那再转一次。好嘞。你直接用图形选项吗？输出，对不对？
什么？复制人。复制是。复制是假释。这个。那件事加监视器。很烦的。很脏。哎呦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。因为不用键一个按键。一个吗？下面的。下面的比较好。OK， 好。好。我们看一下啊、哦。打磨。好，在这边，不是这个 ，sorry。换好了哈。我们的小苏打跟碳酸氢钠的反应之后呢，它实际上是产生一个碳酸钠，啊、哦，它实际上是产生一个碳酸钠跟二氧化碳跟水啊、哦，所以上面有这么复杂、哦，上面有这么复杂，它只是变成什么 CH3COO， 把 H 换成 Na 而已哦，啊、哦，加上二氧化碳，加上水，好，也就是说呢。这个东西整个被分掉了，啊、嗯，这东西没有存在了，这东西完全被取代掉，它的钠跟氢反应掉，这个氢下来跟这边反应，所以它这边变什么？硒，你看这里哦，在这里，这个钠被移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给个什么？给个氢，氢呢会直接跟这边做组合，变成一个水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二氧化碳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对，就是 O C O， 对，我把这个氢，我把这个氢上面的氢移下来给 O H， 这边变成水，我把这钠移到那个醋酸这边，这个就不见了，啊、哦，所以形成什么？形成一个醋酸钠加上二氧化碳加上水，就化学式又反应就是这样子出来。嗯。OK， 所以我们原来的东西反应物有的生成物的原子都存在的。OK，OK，、okay? okay. oh, 清楚哈。好，讲清楚。好，下课。拜托回去，请把课本预习一下哈。好啦。你们都有课本，所以看一下。有问题下礼拜讨论哈。